You are Emily Flays of Community。这下坏了，没走。对哦，网红刚刚关了，要把网红关了。猴哥，好，猴哥坏，肯定坏，你不带刀。我没刀，我没刀。猴哥，我没刀。好，猴哥，哎，怎么说？聊不聊？聊不聊？可以聊，聊呗。嗯，猛走，我那王，我和猴哥走吧，猴哥走吧，我们走吧，猴哥。怎么说，猴哥？你有刀不？没有。我有刀。哦，餐餐到人了，餐餐死了，但是不是？等一下，不对，餐餐到了一个，耗子到了一个，左边还倒了一个，倒了仨。那耗子铁狼吧，他们到了三个，左边还有个猪猪，那猪猪耗子双狼是吧？这个意思？不对，耗子到的是餐餐还是到的是另一个？刚刚一地鸡腿。反正我就看到左边尸体那边还有个猪猪，耗子冲上去刀了一个，餐餐进来刀了一个，啊，刀看的刀就这么多，啊，过了。我看的是餐餐刀了一个，然后呢，耗子补了一刀，刀了餐餐，然后我想报警，不报了。我没有看到另外一刀啊，你说另外一刀在左边门口，但是那刀我没看见。其他的没有了，那其实我是觉得耗子这一刀能认啊，餐餐那一刀，那也就是说旁边应该是有餐餐的队友的，但是我记得旁边有我，有耗子，有布布，还有谁来着我忘了，我其他的没了，有点想不起来了，过。哎，猪猪公主发言，我跟你们说，耗子是我刚好刚从那个教堂左边过来，耗子是刀完人转头就跑，耗子刀完人一个360度回旋往教堂最底下。跑，然后那个布布上去报的警啊，刀完人就跑，耗子在我这铁不是好牌，我出耗子过。那这么听下来的话，就是餐餐刀了一个，耗子补了餐餐这一刀，是吧？然后叔叔、布布都聊到猪猪也在犯单，那你叔叔也在左边，猪猪也是左边干净了，为什么你俩不聊呢？那意思说猪猪不在的话，你又没认清楚那个人，那叔叔那就是你刀的呀，我能这么推理吧？是吧？那你都说你不记得有谁了，那里面开了两刀嘛，啊对吧，他队友在谁嘛，不可能嘛。我铁宝猴哥你聊一下好吧。猴哥我跟你说过我的身份啊，啊过。好，那请发言。这把18猴哥我不少四个人是一起复活的，然后18跟猴哥我们拉扯了有一小段，然后18猴哥走开了去对身份，那波少全程是在我视野里面的，我觉得我们四个人应该暂时开不出那么多坏。那么刚刚大家说的都是餐餐先开了一刀，耗子把餐餐刀了，那在我这耗子这张牌好人面比较大，那在我这我觉得打谁，我觉得猪猪叔叔里面出一个坏，耗子归票过。如果说是王连浩的第二大人，外置位死三张牌，对吧？我可以铁榜王眼不开刀，拉奇可以铁榜18Z猴哥波少，你们四个人如果是好的话，我跟王眼是肯定没有开刀的，对吧？我大概知道王眼是个什么身份了，好吧？然后我们六张牌，对吧？不报警位，我先不去盘他，因为餐餐是一张有刀的牌，对吧？结合上一轮上面发言所说，餐餐是一张有刀的牌，所以排除步刀的加拿大步肯定是个好牌。对吧，然后我餐餐动刀了，耗子把餐餐刀了，对吧？这一刀我信，然后在我进了饭堂之后，我看到猪猪是站在一个紫色的尸体旁边的，应该是恩姐的尸体旁边，但是他这个尸体旁边没有报警，他反而在大喊耗子刀人了，所以结合这种种行为来说，在我这边猪猪公主是有点可疑的，好吧？我觉得耗子这一刀我也可认，我想出猪猪跟苏苏里面啊过。我操，鬼死太医今天发挥这么超常。 OK 我的信息很重要，我顶楼上和楼下，下面请楼下阐述观点过。顶楼下过。是什么意思？哦，难题交给我。餐餐刀了一个人，耗子把餐餐刀了，太医跳起来说他看见猪猪在尸体上，然后没有报警，
然后猪猪说耗子是刀完人跑的，那么在我这儿啊，我肯定能保十八代王纳奇和王伯罗。已知啊，我知道十八 Z 的身份，然后我再捋一下子啊，我再捋一下。参参刀了一个人，然后耗子把参参给刀了，那耗子就我捋不出来，但我觉得耗子吧。哦，那耗子就是好刀，所以那猪猪就说谎了，对是不对？过，出猪猪。啊，王爷这边发言，如果猴哥你没有要归猪猪的话，我都觉得你可能是个中立了，好吧？这边的话，在我这边，耗子应该是那个好刀，因为灿灿动了第一刀，耗子直接把灿灿给刀了，对吧？第一刀动刀的人能是什么好人呢？对不对？猪猪跟苏苏里边随便归，好吧？耗子你来归吧，我这边过。头猪猪，拉奇知道我是好人就算了，连太一都知道我是好人，你猪猪这么聪明，不知道我是好人，猴哥也不对啊，啊！猴哥，我感觉他像是想了半天，不知道怎么保，发现保不了了。啊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确实是想了很久、啊。猴哥是好的，不然我应该没了。我确实是想了很久啊。去锅炉房让那个朱丽想的有点多了，耗子。来，猴哥就是哪？搬的猪猪肯定是。因为我没在现场啊，我不知道耗子跑没跑。布布说了没跑，我要相信他。他说没跑吗？我不知道啊。哎，那你是好刀，你是好刀，我肯定好啊。十八 Z 也是好，我是复仇，我是三 D。我要去找大哥。大哥来呀、啊，这儿呢，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啊，走走走走走、啊。我不是大哥，我带你找大哥走。大哥。哦。大哥，哎，大哥。大哥，大哥，我要找大哥。大哥，大哥，我是大哥。OK，OK，OK，、哦 okay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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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跟着，我跟着耗子、啊我感觉刚刚有人消失了。能认耗子？我不知道那个人是谁消失了。猴哥，你意思是刚刚那里有个提我黑了，我黑了，我黑了。我上什么身份？我黑了。打，我上在最右边。打，不对，不对，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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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上跟我换过。不不不在哪？我上。不不不在哪？不不在。在右边。你的右边。大眼，你右边这个大眼。哪个？哎，王大奇走远点，王大奇。他跟他一起接住了，我不知道是谁了。哎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哎，刷死他！哎，苏苏死了！苏苏，我就知道了。猴哥我能认好，耗子是好，那只有布布贴我。我差点把王爷刀了，还王爷咋？哎呀我靠！就说怎么好像消失了一个人，还是鸡腿？失误了，失误了。没有这么。我就说怎么消失了个人或者鸡腿啊？认出了吧？我们刚才。我是想等他先刀同珠，我怕他同珠上来报警了。